十三分吧，他其实三个人都向前了。不用想那么多，实力压制。A G 阿康阿兹贝的，现在联赛越来越多阿兹贝的。阿峰加尔什么风炮？有点土啊，阿峰属实有点土了。和狮子远远的甩在后面，这把小玉一分三四秒四九打破了记录。干起来了，第一个帮我直接溜了溜溜球，我一个人打两个。狮子呢，还是要干我，硬干。阿康也是硬挤，太猛了。一个有点有点目标十分，我在目标十一，一有压力啊，十一都来了。最后冲线的十一分还是能够握到手底，哎，这一个十一分还是能够帮风仔稳一下十分。这图那个机甲就那条直线，只要有道具它跑不掉的，很伤的，没用的。不要着急啊，等一下时间扣你别急啊，你啊。有啥不知道怎么做你就问一下，冲起来第一圈就冲起来，知道吧？不要放人家出去。吃道具之前一定说左右，不管是在你在前还是在后，一定说一声。走走，加油！相信自己，相信队友。落地以后直接开弹器，手里面还有一个 ECU， 找准路线以后一个 ECU 避过来，给他堵死一个风，你知道吧？他一直打我，我在第六都打我，就你知道吧？你看到没？第一圈我在第六，他都打我一炮。第二圈我都被打死了，第二圈稍微被打好几个。我们该冲就冲，但是不要上头，冷静一点。加加加加！加啊、后的增益道具能不能支持到冲线？可以，恭喜 RSG。啊，你个人怎么喜欢做高一点呢？不知道，你以前也做高的吗？就是这个高度，一直这个高度。加油！不可不可，对对，又失误了一下，我是直接是想去撞了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对面把你撞到第一了，没下去卡那个柱，卡那个柱子。哎，我当时没看出来，我要这把应该有两分。最后两把了吗？最后两把了。啊，你加油！嗯。RWK 双领跑最后一关，恭喜 RWK！ 有点冷，今天唯一的不一样就是没有上过厕所。听到是吧？讲讲，起步注意一下啊！别复位，别复位，你别抢，你不要抢，听我的可以吗？你不要抢，打出自己该打中就行了，输得起是吧？对啊，不要怕，加油啊，兄弟们！加油！没有最后一个路程了，看谁更快，还是慈仔？贫穷。加油老师，没事，这把加油，没事，跟上就行了。我稳着跑的，稳住节奏，慢慢来啊，就是别急，给道具慢点。这把你们两个回到正常的位置，这个谁要从输一下。如果你跟不上，你跟我说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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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于师傅啊，你不是你不要炸我，我都说了你别炸我了，包赢的。没有用了，恭喜 RWK。现在兄弟能吃一个面包吗？你真假的？你在顶我吃？你吃了没噎着吧？对，直接补充能量是吧？这波小面包，法式小面包，这么高人没必要啊！是你兄弟风仔又咋了？这么高人又对你干啥？肯定是我对他干啥？哦，你对他没反应是吗？对啊，你高人，他肯定没反应啊！刚刚干什么的？ISGM， 我们没段有点得瑟，有段有点应该可以叫做 ISGM。ISGM 跟 ISGM 就差一个字，一个英文字母，闵行 ISGM。红桥 ISG， 达到十一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看一下风仔和寸头会不会出来跳秒，都没跳。还有水吗？你知道我一开始问你，没有，吃个面包。水够不够？你说够，肯定没有啊。我一开始问你水够不够，你说够了。真的扛不住这地方，你怎么这么多树啊？你是不是让他停着挡他？他要停着挡他，然后我直接钻过去，贼爽！挡到了，挡到了！你还是一个双领跑，这一个冲线没有问题。等下后面跳的直接来手撞墙点分，很爽！跳河回去就真的没救了。没事，不要把我胡子说的那么菜，不要给他压力。该双失就双失，小了，别着急打到这个，特别是在后面的那个，不管你们俩谁在后面，你们俩都冷静一点，道具别乱传。然后不要乱放，然后看多看队友位置，然后多跟队友沟通，然后你们三个都是多沟通，沟通起来了之后会少很多不必要的失误，对吧？对的，对，看着我，如果你吃不到的话，抢不到，抢我的，你跟我说一下，我啥车，或者我直接让给你，反正就是冲起来，就 OK 了，然后不该给冲起来。冲那些，但你多的时候说一下谁先打，兄弟。我冲，小小救援你不干的，小小救援配个你对位吗？直接给我冲！加油加油！这个飞碟扣下来以后可以解掉，最后冲线没有问题。看就完了，不要想别的，冲起来，可以了，来了。后追的护腕速度已经拉满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后追的效果。恭喜风仔，困，
掐一下大腿，你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吗？打又打不过，有没有点窒息？就是干，我刚刚管他呢，吓死我！我最后甩了个 WCW， 我也要没了，两个又多拖，我老是被卡机器，上去也被卡。李敏在急速空港，十一分冲线，满分，满分，手全是汗，好难啊！怎么感觉好难啊？难什么？都是人，我不是人，你不是人，我是神，我是神仙。行，那你今晚能不能当一个神仙？可以，看你了。加油，兄弟们！命运在自己手上，赢得冠军的，输了无事发生，洗洗睡。重现了，有点紧张，说什么？开那个发呗。他们前面有人不知道在干嘛，有个人前面那个大跳台飞下去了。哎呦，这里太上墙了！他走进道还是不想走？他不想走。你怎么又是我房主啊？加油，慢慢来，拼一把。知道。摇个头，甩个头，快点。好玩。甩个头，你让我甩头干啥？对着镜头甩个头。加油，加油！感觉要全都是黄油的优劣，自爆护盾可以完成中线。有碟有墨什么的，不要急，知道吧？特别最后的时候，冷静，懂吗？记住我们上次吃的亏，天使这些东西，知道吧？看情况。现在道具别提啊！我刚才说以为你不要以为，你别提就行了。我会说的。这个路段没有飞碟的情况下，我们恭喜狼队4-0，零封一煞。